方迟到一小时以上，你会生气吗？会，请举圈。迟到一个小时以上，立刻翻脸走人。对，翻脸走人，会不会？实话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波儿啊，这个环节播出以后，波儿太不像一个女孩子了。为什么？人家迟到一个小时，他就不翻脸走人。那他是不是有自己特别的理由？来，请把波儿送回来，是有多沉啊？我最重要的是，既然已经到了，对啊，你再等一个小时，没有重点的前提是约会对，要准时，对，不可以迟到。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四个主持人来上节目，人家何姐就没在。何姐，你如果对方迟到一个小时，你会生气吗？我肯定会，迟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生气了。那他迟到过最长是多少时间呢？没有，不敢。谁啊？你看我额头写了三个字，是小龙。